有请阿南哥哥。早上好。那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祖安。那大家高兴的话，以后都可以固定的叫我做安安哥哥，好不好？那哎，我注意到就是这些小朋友都挺幸福的，为什么啊？就是有很好爸爸妈妈把他带来的，是那在家还在睡着觉的小朋友也好幸福的，因为还在休息中嘛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场的这些小朋友会更幸福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舞台区这个乐园完全属于你们的，为什么？都完全好多好多的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。那我想甚至你们可以无限量的上来，就是一块去玩，你们就是主角，你们才是今天的这个主角。那我想就是鞠姐姐去带动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玩一个游戏。既然早上还早嘛，所以啊，阿南哥哥要跟大家玩一个互动的游戏。反正玩嘛，开心就好，开心了。那阿南哥哥会画四个漫画的成语，你们要把这个成语猜出来。相信大家在小学里面都有学到的一些成语，非常简单。那因为今天阿南哥哥我们就是来到这边，就是负责派礼物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礼物派给你们，让你们高高兴兴来到这个书展，也高高兴兴回家。我们是圣诞老人。 OK， 那好，成语一般上它肯定是有四个字嘛，四个中文字。安哥哥就试着用四个图像，四个漫画图像，每一个图像代表一个中文字，那小朋友你们用心去猜。我在强调，其实真的真送给大家的，只要你愿意互动。我猜一个。那好，我先画这个，这个是第一个字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安安哥哥就先画安安哥哥自己的自画像，留意啊！但你要猜对这个字吧，我想。对，请问一下，成语几个字？下面的小朋友告诉我，比手指就可以了。成语几个字？对哈，小朋友都高举那个四哈。那待会你的成语没有五个字，也没有六个字，好，四个字 ，OK？ 好，阿南哥哥已经画了他的其中一个字。这是安安哥哥的自画像，我已经开始在送了，用心留意吧。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可以开始举手了。安安哥哥的自画像，那好 ，OK， 因为我跳，这个是跳跃了嘛，那我现在在画这个第一个字，好不好？其实大家都可以喊的，玩的嘛，反正，来了，一种行为哈。一个人呢？那这个姿态，先不要说。但对，知道答案小朋友先不要，还没，我告诉那个答案，我们要稍微紧张一下了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有时间哈。第一个字出来了。OK， 那第三个，第四也出来了，第四个字，同样，大概都知道答案了。后面有小朋友已经知道了，它是一种情绪，这个好。大朋友，你们知道了吗？摇头招手，相信大朋友应该要知道了吧？他是一直在摇晃他的手，干嘛？我可以先说一 ，no， 那好，这个也是一个行为，其实已经复制一次了，准备吧。这有一条跑道，中间有跑道，都要抢啊！你们，同样是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姿态。好，知道的可以出来这边哈，知道的可以先出来这边。还有谁知道？
快谁知道？快，很紧张。来，你们都上来啊！知道的都上来，来。真的。面向大家哈，来，请问一下，美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黄凤仪。都懂啊，戴口罩的，都上来。还有吗？还有谁知道，或者是怀疑的答案都可以。可以试。嗯，可以过来试试看。按各个不会打人，答错的话上来吧。Take one, take two, take three. OK, close. 好，就只有三位小女。哎呀，还有个小男生。哇。这个我们的G.I. Joe，看像吗？G.I. Joe。起音。起音啊！好，看不到你眼睛了，来拿高一点。好，来，小王子你刚先告诉我，妹妹，答案，坐立不安，起因，坐立不安，来告诉大家，坐立不安，好的，他讲了一些语言，我还是看听得懂，应该是答案都对了。好了，我们也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们。所以参与度，这个图画就是坐立不安这个成语，就是形容我们有一件事情在心里面一直想着，老是想着哈，做又不是，站也不是哈，感到心里不舒服不安。哎，你赢了哎，要开心哎，要有反应，看不到你开心的表情，你注意了。他们的，来，谢谢，耶、yeah.。去，拿回去。来，妈咪要拍照，好，先站这哈。历史性的一刻又来了，所以先让小朋友拍个照片。